良的传统能够不断的传承延续下去。县长系里来参加啊，那个获得的优选的啊，我们有17名啊，他的奖金呢啊，本来是30万，今麦给你呢提升到60万，第一名呢本来15万，今麦提升到30万，所以呢鼓励啊，有竞争就会进步，所以呢，咱的好山好水啊所孕育出来的啊，咱的好米啊，嘛感谢咱的农民的辛苦，他们呢啊非常的用心辛苦啊，把咱的优质米。啊，要进出来，咱这所有的宜兰乡亲、台湾全省乡亲，过来呢，让我们的宜兰原住民跃入了国际舞台，这拢都是爱感谢的所在。今仔日这个记者会呢，哦，拢总有44名，那么呢，一直咧采选吼，采选到今仔日剩17名咧，这17名咧，有7间农会，有7间农会参加。那么这17名呢，后手要两道赛事哦，要过两道赛事，要过比。三人呢要得冠军，三人呢要得亚军，三人要得冠军哦，还佫有一个元气奖5名，这是咱团长特别重视的哦。伊的栽培技术真是增加，竞争突然激烈哦。好多哦，老报告会，咱即摆要有一个初赛甲复赛。哦，咱初赛这个闯关都非常的激烈啊！哦，咱初赛咱参加这个严选比赛咯，又爱经过2关的闯关，哦，包含咱第一关咱的稻米的，哦，咱田间的这个检查，哦，我哋去评审的去检查咱这个稻米比田间咱的生长情形、病虫害的发生情形、肥料施用是不是过量，有没有跑？哦，经过田间检查合格以后。会进入稻谷收割，我们会先进行交配者最注重的。